下方是不是？2点。我瑞熙在黄木群那边。王俊。这颗笔筒数很高。哎，不是，姑婆玉。姑婆玉。哦。路上面有一点，有一棵笔筒树。山腰的地方横线。哎，正好在那个草地的那个正中间，哦、那个鞍部那个地方有个黄黄，有没有？两棵哦。哎，有两棵笔筒树。哦、哎。那个就是头了。哦哈，和尚头。时间是2:28。原先的路基不明显，由这边回去。嘿，你要骑着那个。好。嘿。好。这个坡非常陡，他们由这边地方下去，找到原来的路。再往回开，待会。从这边进去。另外一组继续往前。我要你个盖话盖小弟。一波一档价。啊。无啦，安怎？安怎嘛？戴先生。对了。妈，我到那边。好看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我来。老师，你要跟戴先生上去是吧？对，那你就在这里，这边接。我待会会从那边过来了哈，他这边两边过来嘛哈。好，然后相接这边一直往前进，然后。这里叫尖山顶。尖山顶。现在所在位置是尖山顶。莺歌山顶。下面有一个莺歌石。
fence 哎，小蛋哎。他没有穿长袖的。待会我会从那边过来，然后两边相接，相接以后我们就往前走。好、哦嗯。然后这样两边也会相接。这回程的路已经不太明显。39分。哎，山有车了。58分，前方有闪电风，上方是水圳，现有的水圳，时间是3:05，时间3:08，因为路况非常不明显，所以先水平给它开一条路过去。路的那一端有赖先生、老师，还有嘉玲文俊。这边路都是秋海棠。在闭路的时候，常常会踩到秋海棠的茎而滑倒。现在对方对面已经看得到赖先生往这边来了，时间是3:15。3:17，老师从另一端进入，还有后面嘉玲、文俊继续。哦，脖子听到，还有耳朵，耳朵，哇，肿那么大，哦。3:25，回到这个地方叫什么？英歌石顶，继续往前。
3:28，已经有毛毛雨了。莺歌石过来的，莺歌石过来，在忙草地。这边路还真陡嘞，都崩掉了吗？哦，这边上去。这一段简直是悬崖嘛！来喽来喽！哦，这真的是悬崖。好，刚才来的路崩塌，来了这边。路的迹象在线。这边是另外一段他们下来的地方，看病了，看看了，开始下点雨了。我这个比你，你水下来，我来讲，我这个水，我做苦做是苦来个遐，这样提供我讲，叫我水进来穿这个布料，我留啊。还好，还好是消。3:38，好是撞到又摩擦。碰了一下，挣扎了一下，没事。从前方香蕉那个地方被砍掉，香蕉那个地方开始，这边路基非常明显，底下应该就是原来的铺，原来的石头铺面了。家里掉。被蜜蜂叮到了，又花蕾啦！悬在悬崖上，等一下我过去啊。又花。时间是3:55，刚才李老师在这边被风追了一下，被叮到了。嘉玲在这边被叮到眼睛跟耳朵，我被叮到左脚。原来这个大的蜂窝在这底下，罪魁祸首在这边终于找到了。我们刚才就是踩这一根树跨过来，震动到蜂窝，我要过去了。时间是4:07，这木桩的位置是在1684公尺处，海拔430公尺。
再度穿越芒草地，时间是4:09。它还在。那个妆有没有喷？有啊，喷的红红的。找到一处明显的石阶。看得明显，没买房子。大，哪有？我都觉得下面有，我们这有一个大的，对吧？对，今天马上回去看。时间是4:17。根据那个方向走过来就对了嘛。这走地是掉不得的平台。右边，我就走到我的右边去了。停了吗？停了吗？拉不动了。小心啊！用力拉。好了，小心。给我顶那边的呢？给我顶那边的。木桩那附近绕去的。430。430。还不到430。到430。绕到尾上。绕到尾。现在请别拍照，我一定会吐血。时间4:32。地上啊，这边。你在什么地？就是赖在他家后面有一个那个带形的台阶。这条带形的产业道路通道赖在他家后面。4:42，我们沿着产业道路下去。原先古道在产业道路的右方，已经被破坏过了。这个啊，这弯出来一条路。48。原来的古道就是沿着这条产业道路与这山坡地的坡边前行。山木刚好是这边啊，这个公尺处。原来的路沿着山坡边下来，一直到现在所看到后面有一个枯枝，有一棵枯树，后面下去，出去就是到养鹿场。
天啊！硬装。入口处，八字拦竹。伊落底拢，伊底落底拢拢较洼一点，拢较洼外口。嘿，咱嘿，无伊这个毋是较洼内底这边。哦，较洼这边。哦。啊，算讲咱咧行路，嘿，较洼内底嘛。叫就落起来咯，唔要就到这个地方。哦。哎，爱人伊即条人伊即嘛食起，哎，落啊了。嘿嘿。迄、那个，是讲啊，遮嘞，遮叫啥？晓得嘞？遮吼，遮菜，我们种个啥？种个啥？好，种遮。好啊。你讲遮叫啥？遮就是我顶摆，阮这个。原来古道在现在小路的左侧，到这边，因为居民开产业道路的关系，比较破坏。现在时间5点整。这一段就是原来旧的，哦，接到原来旧的，就完整的一段。现在在走的这一段，嗯，好，那叫他们量的时候注意哪一段是有改过，哪一段是旧的，然后哪一段是直接都已经没有了。时间5:01。
石头碎碎裂裂吼。啊，做做人工化。做人工化，做安尼细细格格吼，根本就无好行，是种不方便，你放心，滚。这一段哈、哦，这一段从那个就是后来这一段到下去这一段，你们可以像那个鱼路古道规划那个一样，就全段把它全段记录，全段描绘啦。嗯，因为它的铺法很特别。嗯，你现在把它等于是，也许你下一次来，你可以全段都把它照，很仔细的这样照，然后全段描绘做一个记录。嗯，因为很难讲说这一段还能保持多久，搞不好以后哇又变大了，或者是又被挖掉了，很难讲啊。好，所以你看真的是中间大两边小嘛。嗯，走起来很舒服啊。出了古道，时间是5:05。啊，你讲差啊，我是做得轻就这啦。好，哎呀，那刚是嘛是。做得轻。哦，做得轻嘿。哦。这不是开会。这边我看不要喷太多了，用人做记号就好了。用人做记号就可以了。用人。嗯，这边不是说不要造成景观破坏。真的吗？来，文俊，我帮你拉了。10块。好不容易要结束了，5:10，最后在出口照张相留影。好，后面的好来了。然后参加的人有谁？参加有赖先生领导，还有我们的黄先生，两位都是黄先生。啊，李瑞忠老师、黄文俊，还有陈嘉玲、吴平海。路口最后面。啊，路口最后面。顶发烟的路了。好嘞。现在开始啦，录啦。对啊。好了，吴平海第一次进镜头，赶快纪念一下。辛苦了，哎呦。来，下期给我。谢谢。既然由陈嘉玲帮我们照相留影。OK。好啊，1、2。来三。带领我们走完整个古道全程的是赖在先生。
好，谢谢赖在先生。请他们这两个，然后发表感言。是张先生嘛？黄先生。抱歉，黄先生，介绍一下你自己吧，本名大名。我姓黄，名金泉。黄金泉先生。很高兴参与这一段勘察路线。今天幸好你来帮忙了。然后这位黄先生是，我姓黄，名文能。黄文能先生，谢谢。哦，有没有什么感想？很累，是不是？还当没水喝。阿赖伯伯，有啥物感想无？感想啊，看到啥物感想？我这跳嘞，我刚才你嘞？我刚才你，我娘提无。啊，都我干了二十几了，我就知影了，我了我不要讲啊。哦，多谢了哈。然后老师有没有要补充的？有啊，就是这个是鱼鹿古道后面的，从许元桥到这个顶巴烟的原来的河南永路啊，啊，从来都没有人走过，我们这是第一次哦，第一次破天荒的，有史以来第一次哦，哦，第一次走完哦，啊，以后三五年以后很多登山客走那个都不算了啦，哦，然后呢，参与的成员 ，Hello， 对，啊。没话说，被蜜蜂叮的感觉啊！先被蜜蜂叮啊，好痛了！被那个闪电风，在这里。好，特写一下，特写一下。这边。刚才哭的不要拍的。对啊。有啊，悬在悬崖上哭了，我拍他，他说不要拍哦，这样。然后因为他那时候要拍我。留下历史的记录。OK。好。好，谢谢各位啦。嗯。